单接下来呢讲解一下我们行政权专权在实战中的一个应用。专权呢实际上不仅仅是用拳头去击打，如果我们单纯做动作的话都是用咏春有这个日子冲拳，咏春有日子冲拳，沿着中线进击敌人。然后呢换到形意拳上，形意拳实际上是专权的这样一个范畴，肘绑胯主要是破对方的腿，是吧？破对方的腿，这些身法都是可以用来击打的。往两侧走的这种步伐，这就是劈拳，用肘子劈拳，用肘子钻拳，可以演化出好多用来进攻的这种打法。所以咱们一会儿呢结合着实战进行一下演练。对方直拳进攻我的时候，打直拳直接起钻，对方再打拳，因为这个咏春有这个日子冲拳，形意拳就有这个钻拳，实际上都是沿着直线向前击打的。再做一遍，很快的动作，都是用起钻直接击打喉咙这个位置啊。对方打拳，我们可以钻拳进到这个位置，因为他的体重比较大，个子也比较高，我们如果再使这个发放就不合适了。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肘和膝，甚至我用拳的力量都是很小的，完全可以用肘和膝，这种力量是极大的，这种力量是极大的。再做一个稍微快的动作，跟打个拳击馆，左拳迅速近身，这一个顶肘，顶肘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在接头的时候呢，我们尽量的避免用拳头去和两个人击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平常戴拳击手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好自己的手骨，自己的手骨啊。因为在接头格斗的时候，手骨一旦碰到坚硬的部位，很容易就会骨折。而且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抱头啊，大家学会一个简单的抱头，在接头中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攻击。当对方进攻的时候，稍微的快一点，直直勾勾。对的，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一个抱头，就可以防住全方面的一个攻击。开始。而且我们这个时候碰到他的手的话，他可能会很疼，所以这是我们先学一个简单的抱头，在接头中很管用。然后尽量的在接头就不要用拳头，非常的这个低效率，效率非常的低啊。